提醒您，如果手上没有拿到我们小国旗的朋友，我们在服务台或者我们工作人员，你可以跟他来索取我们的小国旗，等一下可以一起来挥舞。再一次欢迎来到我们连续举办第27年的国旗双旗国庆升旗典礼。而在这里呢，我们的创办人张老旺，老旺大哥在这里要跟您说一声抱歉，因为我们今天两个会场奔波的关系，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让看到他非常开心惊喜的朋友，然后跟他短暂合照，因为他现在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那我们的老旺大哥就在舞台上，我们用热烈掌声先来谢谢他这么热情的举办这个活动好吗？我们也让老旺大哥挥手跟大家致意一下，我们合照等我们会后再说好不好？谢谢。谢谢，抱歉抱歉，因为我们今天在活动开始之前有非常多的相关事宜处理事项，所以老旺大哥必须要把今天活动如同往年一样把它顺利圆满的举办成功，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停留跟大家拍照，我们等会后再说。谢谢大家。那在这里请大家帮忙跟配合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表演人员、救生车队即将回到舞台前，请大家帮我们把舞台前方的走道来净空，谢谢。